Hello, hello. Hi, hi 大家。Hello, 欢迎收看我的小红书的直播。这个声音还 OK 吗？我来 check 一下。因为我在放音乐，所以我不知道声音是不是。声音可以听见吗？等一下，我的蓝牙连接就会听到我自己声音。音乐声音会不会太大？你们告诉我吧。我说话好大声，真假的？有一点点大，好。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听不见啊？我纯靠你们了。今天我一个人在家直播，所以我纯一个人在家直播，弄了一个温馨的小空间，可能你们也看不见。这个温馨的小空间有我的晚餐绿豆粥跟枸杞黄芪什么等等，西洋参等等养生茶，然后就我正好坐在这个风下边，有一个点了一个火火送给我的蜡烛，但是这个风有点大呀，我有点害怕。现在这个火苗子在那呼呼的，稍等我一下，我给它移一个地方，让它香香的。把我的电脑放下去，就是你知道，就是在这儿的时候，你看这个火苗子就是这样，感觉好危险。我把它放到一个，这也很大呀，等我一下，我把它放另外一边去。这火真的有点吓人，我还想着说。OK， 远离我了好一点了，我就至少看不到他在那儿，看不到他在那儿呼呼的。我就是，你知道女人，我真的觉得女人真的很麻烦，就是我现在还贴着痘痘贴跟你们聊天，就是女人真的很麻烦。我想要在家里开直播，刚刚想要开直播的时候，我想了好多。我本来就想说，哎，穿着睡衣跟大家随便聊一聊吧，就 OK， 就是感觉像在家里一样，然后睡衣 party 那种很随意的感觉。然后为啥？哎呀，睡衣感觉有点太松松垮垮的，有点太奇怪了。然后我就穿着睡裤换了个上衣，换了上衣之后又说，哎呀，衣服都那么正式了，我不能来一个。不得来个项链啊，然后又去拿了个项链。我刚刚说，咦，项链都戴了，要不要戴个耳环呀？等我真的再思考久一点，就是我可能一整套全装就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女人真是太麻烦了。这不是睡衣啊，这是度假风的小上衣，遮盖一下我的皱不拉几的睡裤。然后本来刚刚想说画个眉毛精神一点，画完眉毛之后，哎，来点腮红吧，要不然看起来好像没有气血。画完腮红之后没有嘴巴，看起来好像在生病一样，又画了个嘴巴。真的，我跟你说，女人太麻烦了。就是一整个等一下，我再稍微耽搁一点点，我感觉我整个就妆都可以去走红毯了，还是不能再继续行动，继续想了。你们都吃晚饭了吗？我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吃绿豆粥，因为就是。
哎，昨天的时候，昨天前天的时候，我这个痘就已经大到有点控制不住，它跟我的眼珠子差不多大了，就是我这黑眼球珠子差不多大了。然后我想说，我是怎么了？最近上火，那个火气非常的旺盛，导致我这个三角区这个地方长了一颗痘，然后没忍住给它挤了。因为他真的，他已经冒那个粉头头了，你知道吗？我就很想要挤，我在家里，我就很想要挤它，然后挤了之后发现它不是一颗痘，这颗大的痘里边有三颗痘，你可以明白我那种挤痘的时候那种感受吗？就我挤的不是一颗痘，我挤的是三颗痘，它有三个口子。它冒了三个口，所以我就，给他，我没有用手挤，放心，我是消了炎的，然后用那个棉签弄的，然后我就贴了一个，我前段时间在韩国买的一个痘痘贴，结果一个晚上它就好了，它现在侧面看它是平的，只是它还有点红红的。这个痘痘贴好棒，它就是红，但是它已经不肿起来了，所以我就吃一点下火的，我早上起来吃绿豆粥，晚上喝绿豆粥。真的好大，这个痘跟我的眼珠子一样大。你没有链接，虽然说我今天的直播其实的确就是，我今天为什么开着直播，我们也是自己人了，我就很老实的跟大家说，我想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我要做直播，就是过两天要开直播了嘛，17号，因为今年都没怎么做直播，没有给大家推荐好的东西，所以就开个直播闲聊一下。那我发现，我发自己要直播的那个，我只要一挂上我要直播这个链接，就没有人想要看我的，没有人想要点我的这个直播，没有人想要点这个照片进来。对，可能被限制了吧，但也还好吧，所以就想说正好。反正也在家休息养身体，然后等一下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如何，我不觉得可能每个人都会用到吧，但是就我最近这段时间的心得，等下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会大吃一惊的，哟，你们会大吃一惊。绿豆粥看上去好好吃，爸爸牌绿豆粥，他帮我煮绿豆粥，他就真的纯只放了绿豆，没有别的东西。然后煮的特别稠，我就让他帮我加一点开水。那是什么东西？哇，我发现我的手机摆的有点远，放了一点点糖。那你们是在放学跟下班的路上吗？我现在已经，现在是7:42:58。是不是在下班或者下学的路上？不在路上，在床上。哈？今天是周四哎，所以你们今天周四过得好吗？
我对，我现在在暑假的嘛，暑假就到处在旅游的时候，今天过得不好，为什么？来说说，展开说说。我最近刷的太多李诞的直播间的那些精彩小故事，我真的觉得太好看了。大家有看吗？我怎么好像在帮他宣传一样？没有，纯属就是精彩，生活中的精彩。咱们不比较啊，咱们不比较，我没有要比较，我纯就是真的觉得很好看，有很多情侣或非情侣，第四类、第五类关系，第零类关系等等，很多有趣的，我觉得从零到五的。从第零类到第五类的关系，唰唰唰唰，全部就是不用我说了，就是大家应该都有刷到，所以我觉得，very 的棒。very 的精彩。听不懂，没关系，等你长大了就懂了。等你长大就懂，像我到我这35岁的年纪了，我35岁了，我已经不是小孩了，对吧？等你到我这年纪的时候，差不多就我会懂了。全部吃光光，我吃的啥？我吃的绿豆粥。我倒也不是小宝宝吧，我自己说我自己就是小宝宝，也太，我们没必要欺骗自己。就我的身体，就是我非常的清晰，我的年纪我也非常的清晰，我从来不整那些虚的，我从来不会。欺骗自己什么？我很年轻，我还很 ……No，No，No，我不是那样的性格。咱属属实打实的，就是一个实在，right now。而且真的，从痘痘上你就可以明显的，我不是在给大家焦虑啊，我不是在给大家焦虑，我以前长痘。这印儿不会待那么久，现在怎么这个印儿待那么久？脑仁疼，所以需要一些外界的力量，像比如说这个痘痘贴，深得我心。我喜欢这种，因为我以前在韩国的时候，我那天还跟谁在聊，我说我以前在韩国的时候长痘痘了，非常的方便，因为那个痘痘有一个痘痘针，它就是在你长痘痘的情况下，然后在你的痘痘上面打一针。然后那个痘痘第二天就没有了，所以你有任何的拍摄啊、有工作啊，或者是比较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它一定是不会影响你的脸的状态，你知道吗？这边没有。国内暂时还没有看到，但是我就反正之前对那个印象挺深的，痛啊！美丽就要付出代价，痛啊！上链接，链接，你别啥都上链接，要上链接，8月17号来看链接。虽然我也没有痘痘针的链接，长痘不能喝枸杞吗？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这不是热的，就是它是常温的。我就是把它当日常的水，会上火。因为那天去看中医的时候，他也说让我不要吃红枣，也会上火，然后也不能吃红参，也会上火。What？可是这个呢，就是我日常想要，因为我经常不是出差在外面，然后睡觉，我就是睡眠特别的不好，所以就身体内分泌啊，什么任何什么很多东西都，就是不是那么的好，所以我在家的时候，我爸妈每天醒来就帮我泡好、煮好这个茶，就是一些黄芪啊、枸杞啊什么的，容易上火。Oh my God！Oh my Lady Gaga，真的假的？要金银花，你们那么懂啊？虽然我在小红书上也查过，就我现在小红书是我的百科，玩游戏查攻略也在小红书上查。我的有没有人？哎，有没有举手？有没有人玩《桃源深处有人家》？举手。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的？桃源深处有人家，我这个豆好明显，你们可以忽视一下。就是他那个游戏就是非常治愈古风的，然后你就可以有你的岛，你可以在岛上种菜、种花、养鸡、养羊，然后从就是让那些鸡生蛋，然后有鸡肉可以获取鸡肉，然后羊就是让它。收那个羊毛，然后还有羊肉，有一点点氪金，但是我就觉得很治愈。它就是一整个，就很多，因为它是建岛，就是可以让你可以自己在那个岛上建你想要的样子。桃源深处有人家，反正我很多的攻略都是在小红书上查，然后查到自己就慢慢在。一点点花时间去建那个岛，然后为了薅羊，养羊就是为了薅羊毛。对，音乐也很治愈。怎么就聊到突然从养生聊到那儿去了？哎，我刚刚是为啥聊到那儿啊？哦，说我在找小红书的嘛，我在小红书上面找，小红书是百科的嘛。那我为什么从茶聊到了小红书呢？等一下，我的这是什么记忆啊？这是什么记忆啊？找游戏攻略，那游戏攻略之前呢？哦，我说我那个养生茶。哇，这一段要记忆下来，我真的脑子会。好丢脸！对，我说我在小红书上找那个养生茶，怎么样喝才能怎么养生？因为很多人在上面分享，然后我说你们怎么在那个留言里面怎么都那么懂养生？说我喝枸杞不可以上火，OK，想了，我回忆起来了，好了，刚刚那一段可以忘掉，可以忘记，可以忘记，这是常态，常态，嗯。但是它已经泡好了，我们还是把它喝完吧，因为我等下还有个东西要喝。那个东西我最近喝的，我有了一些心得，所以想要跟你们分享。等个，刚聊了，吃完饭差不多过了10分钟，一会儿再过个20分钟吧。哦，竟然有人猜到了。有人猜到了我要喝什么？真假的？有你再说一遍，你再猜一遍，我等下要喝什么？No，不是西梅。刚有个人猜对了。30分钟后我喝。
中药 yes， 聪明。简直了，我现在喝中药眼睛都不带眨一下。而且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方式让我喝中药不痛苦。我没咋，就是休息的时候，正好休息的时候调理一下身体。我大家教你们，这个我都感觉我需要找到那个人体喉咙的那个图片，我需要找到那个喉咙的图片，就告诉大家什么地方应该要怎么样喝，然后快速的，我等一下就示范给你们，我等一下20分钟，18分30秒之后吧。18分，哎，有人说想要看 Sunday 吗？我不太确定 Sunday 会不会被我吸引过来。Let's see， 就是我家猫啊，我正好跟大家聊，反正瞎聊天。瞎聊天的同时，大家如果要是可以，就是那个啥的话，可以预约一下我8月17号。哦，对，说正事，我先把正事说完，然后我再跟你们聊日常。正事就是8月17号。不是要做直播吗？然后我的直播这一次的话，我就不会像以往那样讲一天直播一天，然后就讲很长时间。因为上一次经历了最后一次直播之后，我发现我的嗓子有点受不了，就是直播完了之后晚上，哎，这上面弹出来了有一个直播的预告，然后大家如果要是那天有时间的话，可以预约一下看一看，聊聊天嘛，也不知道你们买，我知道现在大环境也不好，经济也不好，就是来玩儿，哎，正好看到，如果是你正好生活中需要的东西的话，你就可以下单，如果不是完全不用买，就是瞎聊天儿。对，因为我上次我又说劈叉了，我没有说到我的重点，就是因为我上次播完了之后，我发现我的嗓子特别的不好，但是呢我又是一个歌唱家，好不要脸，我是一个唱跳歌手，我还是要用我的嗓子唱歌的，所以这一次的话呢，我就是想要分3天播，然后就是17号播，然后18号，因为是对18号就不播，因为18号晚上18号休息一下，然后19号、20号，这样我们就3天去播，然后每天晚上的7点，我就不想一天播那么长，你们看着也，就是我看怕观众看着也累，然后我的嗓子说着也累，然后脑子也不清晰，所以就是想要短短的去说，那样子的话，我觉得嗓子也舒适，然后就是。分担能那3天能分担一点嘛，然后也没有那么，我就是想要舒适一点跟大家，因为调整了一下直播的方式吧，因为之前直播不管是 T 台还是干嘛，我都觉得不舒服。我好羡慕李诞可以躺着直播，李诞的躺着直播，我看他一直躺在他要卖的床垫上面，然后躺在那盖着被子看着八卦，看着从0到5的关系的一些细节，然后自己笑一呵呵笑笑一下，就是很爽，你知道吗？很舒适。我也尝试，我哪来那么多故事啊？不，我不比较，我没有在比较，我就是哎，咱中国人就是，咱就是。不要有那种比较之心，把这个放一边，不要，我们没有在比较，只是就是好玩，我喜欢。对，然后对，正式说完了，然后这个玩意儿，这个猫棒，你知道这个
多好笑！这根猫棒我买了给桑姐玩，哎，门带上，就是它原本这个上面是有一个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养猫的同学，就是跟有没有跟我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就它这个东西原本上面是一个那个羽毛，然后我在搁家逗它，然后它就不喜欢，它超级不喜欢。有一天意外，这个羽毛掉了，羽毛掉了之后呢，它就喜欢追着没有任何东西的这个玩意儿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然后这个呢，是应该是我在机场时候粉丝送我的花还是什么礼物里面，他带了一根那个灯。这个原本是就是它是灯，它是那个亮闪闪的，像小星星一样，一颗一颗的那个小星星那个灯的那个链儿，然后那个链儿掉在了地上，它就非常的感兴趣。他感兴趣的那个状态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就是那么嗨。然后我就把他绑到了这个绳上，然后把所有尖头的地方全部剪掉，就是他是一个完全就是不会伤害到他的一个，你知道吗？就是猫就是这么的犯那个话不能说，我怕我对我怕被猫有的时候那个想法就是unbelievable， 你想不到，意想不到，它就是一整个超出了我的认知。我就给它玩这个，巨兴奋。我等会儿把它勾引过来的话，三妹勾引过来看能不能给大家表演一下。也不是它与众不同，我觉得猫就是这样的。三妹太远了，我觉得它听不到这个声音。首先也就是不浪费，他就是喜欢这些丢掉的纸箱子跟这种要丢掉的东西，多好。我把它带进来一下哈，稍等我片刻。三妹，来吧，三妹，露西哟，我来了。他已经走到了门口，没有，还没到门口，快到了。来了，他来了，他来了。日吗？妹。来表演个转圈，给大家表演个转圈，转圈，他我就尽量不跟他高着玩，因为他膝盖不好，我就是让他就是在地上玩。转圈，来表演个转圈。好的，好样的，不错不错不错。哎呀，来别人一边转，来反面转，啾啾啾，来了，去哪了？你找找，去哪了？在这儿。哎，你不要跳起来，不要跳起来，你这老猫膝盖不太好。大家看到了吗？大家看到它的操作了吗？他就是这么的，他就是很喜欢那个小东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奇怪。你怎么就喜欢那个东西呢？喂 ，which one？ which one 가그렇게재미있어？哦，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他是我在韩国的时候就跟着我的，所以他还是有的时候。有一些重要的单词还是就是听韩文它比较有反应。那 Hello 大家好，我是 Sunday。 嗯
很简单，我就想得我是一只老猫了，韩国老猫。是不是我家的女明星？今天脸还是漂亮的吧？漂亮吗？今天脸？也不啊，也不。对，但是因为他就是没办法，因为他的那个就是折耳猫，我当时也是就是半领养的，因为他已经有一点年纪了，当时那个主人养着他也是有到个三个月，快六个月，快5、6个月了，所以就是还是支付了一些给他，然后就又把他半领养带回了家，陪着我。为什么叫 Sunday 呢？因为他礼拜天来的，他礼拜天来的，所以我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礼拜天。你还好吗？你要下去了吗？好了好了好，我放你下去，来来来，你别自己跳下去，你去吧。东西现在在这里，你看，就是猫就是这么的省钱。替我省钱，喜欢玩这个东西。你要不就坐，那旁边있어。那여기서놀아。어때？엄마랑같이놀아。他真的超爱，他可以，他刚刚就是在我直播前已经诱惑。诱惑我很久，然后就是那种先看我一眼，然后我刚要去，我说你干嘛？我刚要去摸它的时候，然后它就叭叭叭叭就跑走，它就是想让我带它玩，陪它玩这个，好嗨！它几岁了？它13，快14了吧？又表演转圈。老猫了，真的老猫了，我就放在这，你自己玩好不好？扭头就走，开关，都卡，按钮，对，它自己玩，它就啃一啃，也没人跟它互动，它就不行。他现在思考，他现在站着思考，老猫，我该留下还是该走呢？想好了吗？你不要再摇尾巴了，想好了没？他在这，头对着那个墙壁，他就这样。然后尾巴在那摇摇摇，他在想老猫我是走还是不走呢？留在这他又不陪我玩没面子，还要想啊？太逗了，也没有猫其实就是很方，也不是方便，就是它是一个很安静的陪伴者。就是很安静的家人，他就是你要他需要你了，他来找你；他不需要你的时候，他不会来找你。哎，到了吗？30分钟了吗？我看我播了多久了？哎，我刚刚吃完，有30分钟了吗？还差5分钟，还差5分钟，好，听你们的，还差5分钟，我就给你们表演炫中药，让你们看看中药是如何炫成的。大家有喝过不放冰的常温的美式吗？弹幕飘一下，有没有喝过不放冰？
不放冰的，就是一开始他做的时候就没有放冰的，常温的美式，没有喝过。如果你常常喝这个不带冰的常温的美式，中药绝对不在话下。绝对，它算什么？中药算什么？常喝啊，喝热的还行，热的可以的，热的不是那种感觉。热的还是可以的，但是其实好像咖啡就是偏寒吧，所以就是女性就是体质太寒。中药苦，中药哪有日子苦？中药哪有日子苦？那可能你是没有尝过生活的苦，是吧？开玩笑的，开玩笑的。日常一个就是睡不太好，睡得不好，其实。非常的对身体损害蛮大的，手上的戒指，我的手上的戒指就是因为我刚刚戴项链，我就想着项链都戴了，再戴个戒指吧，我就差一点点就要戴耳环了，但我觉得太做作了，我就没戴了。虽然我知道这个戒指就已经很做作了 ，It's okay， 我就喜欢做作的样子。我喜欢我就想要，我喜欢我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大家也是喜欢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美极了 ，Yeah，I know。耳环啊，这个耳环是我睡觉不摘的，睡觉不咋摘的。我以前打过耳洞，然后那个耳洞就是打那个是个小耳朵上面耳洞，这边打之后发现太靠下了。我就打了边这边这个，打了这边这个之后发现好像也是太靠下了，反正两边一样扎了一下，然后后面那个戴那个，你知道歌手要戴那个耳返的吗？就是有一个它是按照我们那个耳朵的样子做的那个耳返，就是完完全全就是将将好，就是卡在这的，然后那个耳返一戴，这个耳钉就完全就是戴一整个戴不了，我就把它取掉了。我的手机里面好像还有我制作耳返的那个视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们上台唱需要戴耳返的那个东西。可以给大家公开看一眼。这样他会先看我的耳朵，然后他会把那个把这个东西给我，他会先塞一个纸，那个纸塞一个棉花进去，然后那个棉花要先连着一根线，然后他就先堵，就是给他堵上，耳屎多少会沾一点出来吧，那是肯定的呀。然后我在臭美什么鬼玩意儿，怎么还没开始。好，来了来了，他会塞一个小棉花，然后夹着一根线，然后给他塞进去，然后那个线就掉出来。哎，这个演唱会上面播过吗？真的假的？我都忘记了呢。然后他就会给我死命往里塞，然后我那个耳道又小，啊，这没有播过，对，我也记得我没给过，不会，有点胀胀，一点点的不舒适感吧，哦，对，这是演唱会的时候做的，这倒是真的，
排练那个乐队排练的时候，怎么他还没做好那个东西？哦，来了，他就会往我的耳朵里面就堵这些东西，我就得把嘴巴张着，然后他就会按照我耳朵的样子。然后我就要一直张嘴闭嘴张嘴闭嘴，然后就等它干了之后，然后它就取出来，我就耳返就，它就拿着我的这个耳膜去按照我耳朵的样子去做那个耳返，就你必须得张合，就是你嘴巴张合的时候，那个耳朵的那个形状其实也会变的。然后我们不是要唱歌嘛，唱歌就哎呀呀呀呀呀这样子。所以就要不停的这样子去，这个叫什么呢？上下动一下。对，我要喝中药了，真的要喝了。等我一下啊，不准走啊！我去拿我的中药。啊，对了，我把歌声放大一点。稍等我。还在吗？还在吗？还在吗？走了，回来，给我回来！有人刷走，怎么回事？回来了一点，再继续回一回，再继续回一回，咋回事？不是说听歌吗？咋又走了呢？哇 ，Beyonce 的歌吗 ？Yeah， 他呼吸我都知道是他。回来了，回来了，来鼓掌。现在回来就多来一点吧。好了，我要开始跟他说怎么喝中药这个事情了。大家把耳朵竖起来哦。我来找一下喉咙的这个照片，让我小红书一下。喉咙图片要怎么搜啊？喉咙医学图片吗？还是要什么？哦，哇，怎么办？我看到了真的很多人的喉咙。等一下，OK， 我真的看到了好多，我看到了好多小嗓子，嗓子眼儿，救命！就是这个可以播的吗？可以的吧？喉咙解剖图，我真的啊，你学医的？但我不学医啊，你学医，
我不学医，我看到太多人的小喉咙了，就是这个，这是鼻子，这好像是反过来的，就感觉这也是鼻子，然后这是嘴巴嘛，然后这是喉部，这是嗓子眼，然后这个上面是通，这个上面这个孔这个地方是通往鼻子的，你知道吧？大家应该知道吧？你知道你的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嗓子眼这个地方有个部位吧？这是你的嗓子哈。好，太大声，哎，等下，太大声。这是对半切开的，对半，不是用鼻子喝。Oh my lady gaga， 不是鼻子喝，怎么会用鼻子喝中药？不用夹住鼻子，就是你们现在可以看着我直播的同时，自己去感受一下。如果你把你的那个舌根压到那个顶到，把你的舌根顶住这个口，顶住这个口，中药就是它。它不是烫的，我没有烫着喝中药，还好烫中药不用烫着喝，没事。就是这个地方，你俩用嗓子，你就把你那个后脑勺来，我差点说后脑勺，把你的后舌根顶住上面，干，顶住上面，它就是它没有办法，感觉在学美声，它就没有办法。用，因为鼻子你通气了之后，你才能感受到那个味觉，才会感受到很灵敏。然后你可以感受到它的苦，你可以感受到它的难喝，你可以感受到它难以下咽。But 你给它堵住了，我跟你说，夸夸就是一口一口闷感情深，你明白吗？我来演示一下，虽然我还是准备了糖，居然懂了吧？Yeah. 这么多人看我喝中药，我也是有点没剪好。给大家，由于对于大家的感情太深了，我就一口闷了，好吧，一口闷了。感情很深，那一刻都不要把你的这个鼻子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刚刚那个地方，就是你不要呼吸，你把你的鼻子就是用一种方式，你不要用手捏，完全不用，那是小孩子的行为，对，不吸气就好了。好的，你一句话解决了我刚刚的解剖学。对，我刚刚前面废话那么多，意思就是不要呼吸就可以。讲了废话一大堆。你看那个中药的颜色这么深。废话一大堆，就是你不要呼吸，你就感受不到它的苦，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喝进去是什么东西，跟水一样，没有任何。Very 不错，哼，感情深吧，我中药都一口闷了，我不用喝水啊，我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喝中药的感觉，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中药还好，是，
就是看开个什么药吧。像结拜一样，也，有点夸张了吧？我不用喝水啊，我这是芒果小 candy， 拿捏，像全红婵一样，小小中药拿捏。哦，我以为是桑德兰呢，吓我一跳。Yeah， 是的，今天就是一个，我刚刚说的那么复杂，是因为我怕有一些不懂，像有很多朋友留言说是学医的，那就肯定是比我懂得多了，那个学医的。完了，我喝饱了。对不住了，姐妹们，我不小心打了个嗝啊，对不住，对不住，不好意思，完全不好意思，我明明可以忍一下的，但是没忍住 ，sorry sorry，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承让承让，见笑了见笑了，有什么最近有什么，我让我来看看小红书上面有什么，现在有什么。喂，哎呀，好多小舌头！等一下，太多小舌头了。嗯，好的，我看到了我自己。这，哎，最近有什么好的动漫看吗？有没有人推荐给我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动漫？好看的动漫，我那个。鬼灭已经看完了，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推荐一下的？介绍手串，手串没有什么好介绍的吧，就是自己一个串是在美国买的，一串是在金鼎，就是金鼎请的。大家，我发现大家都还蛮喜欢手串的耶，是不是？大家很喜欢戴手串，蜡笔小新，间谍过家家看完了，小猪佩奇，哈，夏目友人帐看了，五条悟看了，当然。这都是感觉你们都不太像是二次元呢，感觉你们不太像是二次元呢，怎么都是一些电锯人看了。一人之下，国漫我最近看了一个，国漫我最近看了一个，叫什么来着？他现在才更新到第三集，应该是才更新完第四集，有点没记住他名字。有人提醒我一下吗？叫什么来着？国漫，不是电影，不是，对，不是白蛇的那个电影系列。Wait a minute， 什么神降临啊？什么说神的？然后，对，国漫，我最近刚看了一个。新上的，喂，哎，我看到这个叫什么？
就是一个小学生斩神，是吗？斩神之凡尘神域，有人看吗？有人看过吗？没看过，他才刚更新了，才刚更新了三集吧，好像，就是很热血的那种。斩神，斩神之凡尘神域。哎，我要不给大家念小说吧？有什么？你们喜欢看什么呢？你们喜欢看什么？然后我们来干一些我平常没有干过的事儿，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整个啥玩意儿？你们来给我支支招吧！整个啥玩意儿？念笑话。在小红书搜笑话吗？在小红书念笑话。好，我来看一下，1.3万赞，我来看看他到底好不好笑。上班别看，容易笑喷，直呼有病。好，第一个。猫会喵喵叫，狗会汪汪叫，鸭会嘎嘎叫，鸡会什么？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这是上班会笑喷吗？煎蛋爱上了荷包蛋，他拿着吉他走到荷包蛋楼下。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What？ 嗯，煎蛋。爱上了荷包蛋，他俩都这个为什么会有1.3万赞呢？让我来看看评论。每个笑话都是新鲜的好梗。这个评论是真的吗？好冷啊，他说的好冷啊。哇哦，我来再看一个很多的，4.7万个赞，2.1万个收藏。你有什么压箱底的笑话吗？就是想听那种一听就会笑，就是那种想那种一听就会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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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哎，撤回一个哈。手机没电了，去咖啡厅问店员，这里有没有电源？店员回答：我就是店员。顾客说：不是，我要那种可以插的电源。这是什么黄色笑话？撤回，不好意思，我得先审一下题才能。等一下，我要审完题之后才能给你们念。难怪他有那么多点赞。会不会有小朋友？不行。
就是，嗯，对，我也不知道怎么突然，好吓人。嗯，这个好冷哦。大师兄在山上练了半辈子的铁头功，下山的时候被吸铁石吸走了，这个不太行。护士说，先生快醒醒。病人说，怎么了？护士说，该吃安眠药了，先生。这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去找人把他叫醒了呗。无法超越刚刚那个，不好意思啊，是超越不了，我也觉得超越不了，但是嘿嘿。嗯，这个我怎么没懂呢？这个只有第一条值得点赞4.7万吧。这个感觉也念不了的。这个有点好笑，但是吧，可以说吗？不会被禁吧？因为这有点像骂人呢。小女孩学电视机里问爸比，我们去哪里？爸爸没有理她，妈妈笑了笑。女孩转过头来看着妈妈说，妈，你笑什么？我还是没有勇气把那个字念出来。记者街头采访，大妈，您觉得雾霾给您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啊？大妈回答说，影响太大了，首先你得看清楚，我是你大爷。嗯，等一下，这不是也是骂人的吗？救命。就是这样子类型，这样类似这样子的笑话比较能让大家点赞收藏是吗？咽口水了，我已经。好，有一个点赞3.4万的小红书的帖子，能让你笑一年的冷笑话。一年的冷笑话，找个正常点的。对，我也想找正常点的，我觉得不太好。我觉得有点不太好，这不一模一样的吗？醒醒，干嘛起来吃安眠药了？我来给大家念小说吧，短篇小说，万一都是那种成年人小说，不会吧？念小说，我会不会直接还没开始念我就睡着了？你们一般都在小红书上搜些啥呢？除了你日常好奇的东西之外。
恐怖小说，海龟汤，其实也可以哦。海龟汤怎么玩来着？就猜是或不是，是或不是，对不对？嗯，搜今日金条的价格。啊，搜我，嗨，这种不用说了嘛。搜什么玩意儿？那玩意儿我不爱搜，不喜欢搜，不感兴趣。但我觉得海龟汤需要这种，知道吗？面对面，大家在一起那种玩才好玩。不行，海龟汤不行。要讲鬼故事，你们那么马上就要中元节了呀，你们口味那么重的吗？口味那么重的吗？不是吧？我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实时现在刚发了的，然后比如说比如说什么搞笑事情还是什么玩意儿，土味情话好恶心哦，没必要了吧？干嘛需要让我来油腻你呢？没必要，油腻大家呢？没必要吗？油腻啊，土味情话就是油腻的本身呐、啊，这有什么？这就是油腻的本身。你们很像，你们说不油腻的人就很像那种你去理发店剪头发，然后我说我只想剪一点点的头发，然后咔嚓给你剪到这的时候，头发不短吗？哪里短？我不觉得短。找了个什么媒婆制，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是媒婆制吗？反正他就是我，反正现在在贴着，然后我觉得今天晚上再睡一晚，然后我觉得他就好了，应该就已经很不错了，他就已经完成，可以变成我原本的皮肤了，变回我原本的皮肤。上火了，手上什么串儿？手上就是普通的串儿。大家都在关心串儿这个东西吗？我喜欢听这个。我喜欢听这个声，这是个潮牌的，因为好看。哦，我才知道大家喜欢看这种带这种珠珠类的串儿类的。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白水晶。什么食物降火？什么食物降火？你问问小红书，小红书上很多专业人士都知道，问问小红书。苦瓜，我爸炒苦瓜很好吃，一点都不苦。快，我们快来找个啥事儿，找一个啥事儿，有意思的事儿。
唱歌，我 everyday，我的工作就是唱歌，我没不用了吧，不用了，大可不必。连线观众吗？有什么观众？连线观众我还真没连过，不连了吧？万一他想要推销他自己的东西怎么办？我招架不住，我觉得，我觉得我会招架不住的。万一说一些不可以说的，什么那种，就是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去干这个事，太危险了。太危险，太危险。古早视频你们也看不着啊，那种现在直播的这样看还是不太行。来，有趣的小游戏，马上小红书一下，有趣的小游戏，有趣的小游戏 PPT，还有这样子的。这都什么？这都是 party，都感觉是那种 party 局的时候的那种，什么逛三园啊、连连看啊、超低空飞行、低空飞行不理斯丹尼吗？妈呀！所有参与者集体。钻穿水平高度递减的水平杆儿，要求身体后仰而不是前倾，撞到水平杆儿的淘汰。大家一起聚会的时候是会玩这种东西吗？这不是过杆儿吗？不会有人 party 的时候过杆儿吧？就综艺节目的时候玩一玩，还有什么捕鱼达人，把所有人分为两个队伍，一队人手拉手做渔网，另一队分散开做鱼，要求5分钟内在规定场地把鱼都捞起来。当一只小鱼被捕，就要加入鱼肉的队列，但要起阻碍作用，为队友争取时间。每个鱼的身价不同，有的鱼是正分，有的鱼是负分，而这个分数由队员事先自己确定，最后记得分情况排序积分。我也好麻烦。好吓人，好复杂啊！这是什么东西？真的没有什么可以玩的吗？就是那种。哎，还是看故事，看故事好有意思。我可以刷好久看故事，你画我猜，这也画不了你画我猜。小红书直播还可以你画我猜啊。我教你讲一下韩语，韩国时期的故事，没有什么故事了。教你讲韩语，那要免费韩语老师，那不行。那这个我。这个不行。
你们那么喜欢听情话吗？你们这怎么要听情话干啥呢？完了，我的人数要掉了，因为现在冷场了，我不知道该干啥了。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那种霸道总裁小说，我妈每天看的那种。我妈有一次看小说，那小说人名还有听起来特别像孟佳，然后她那就公放，然后说孟佳说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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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哒哒那种。然后我说怎么一直在念我的名字，我说谁拿了一手机里面一直在念我的名字，什么总裁让他怎么巴拉巴拉巴拉的什么的。好吓人。怎么还有霸道总裁小品是什么意思？诗歌词朗诵霸道啊，而且点赞还挺多呢。好恶心啊，好恶心，怎么都是一些这就是土味情话呀，就是长篇有剧情的土味情话呀。每个霸总身边都有一个律师朋友，这是我第99次被他叫去改合同，修改合同里的标点符号了。深夜，我顶着黑眼圈，扯出一个标准的微笑，还是这样的微笑，标准的微笑。霸总，时间还早，我跟你再科普一下劳动法吧。霸总。这样标准微笑的情况下，霸总一手揽过我的腰，黑眸情愫涌动。时间不早了，你歇着。等一下，这有点像黄色小说。不可以不可以 no 念不下去了，时间不早了，像后面那个念不了念不了念不了，播不了。都是一些播不了的东西，都是一些播不了的东西。我买 Lady Gaga。So sad。当我全都是，哎，不行不行，就这样吧，开始抖腿了。
什么东西都是，平时不看这个真的是什么玩意儿。也没有啦，平时就是无聊刷小红书的时候，不要抖腿，我也不要打，我也不想抖。主要我，其实我看小红书，我不太会看文字像的东西，我都是看图片像的东西，或者是视频像的东西，我不太会看那种文字像。唱歌吧，别唱了，我的天！你们叫我唱歌吧，我有一种就是在直播里面有一种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过年被亲戚邀上来说，来给我们来展示一下你的那个标准才艺，过年才艺，上班。也没有为难，没事儿，我也没答应，反正我也没答应。也没有到加班那么夸张，就是可以没可以不用的。我的牙钻啊。还剩两颗，啥都掉完了，挺好玩的。我看到我那个开箱的那一期，很多留言说什么我的牙钻不好看，不好看，不好看，别贴了啥的。就是尝试一下，又不是要干嘛，就我自己的牙齿，我自己尝试一下也不行。很正常嘛，你自己想尝试着，人生就是你的人生，你的时间就是用来尝试的，想干啥干啥，就是你想到啥就是干啥，夸夸的行动起来。我一个35岁的人了，贴个牙钻都不行，不是开玩笑，多多体验。会损害啊，但是我又不是一年365天都在贴。我觉得横竖这个东西只是漂亮一小下吧，好玩一小下吧。最近看啥电视剧？我最近在看花少，因为之前他们出来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多时间去看，然后我最近吃饭啊干嘛休闲的时候就会看花少，好好看。刚看到他们去了克罗地亚，看到他们那个修建那个大桥，然后就觉得哇，这是什么？还有这么大个礼物。对，我就看到他们，我觉得也蛮有意义的。然后就看到就是节目剪的也很好，节目做的剪的也都很好。他们去应该是自驾去到，因为车费紧张的原因，然后他们自驾去到了那个剑桥的那个地方，然后他们正好还是中秋节，对，就是那儿，正好中秋节，然后他们吃了饭，王安宇喝醉了，在车上，好细节我记得。对，他们一起吃了饭，然后看看那个，然后他们考试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然后他们也会在那个住的那个房间一起做菜什么的，也特别好，特别好玩。哇哟，一批神龙马，天日潮汐，
就很好很好，他们那样，就是克罗地亚我也好想去哦，那海蓝的不行，太阳亮的不行，全都是阳气，补足了阳气。新疆想去啊，很想去，好多地方想去，我那可太多地方想去了。我现在工作，但是我其实我真的已经很开心了，因为我很多工作都是在比较多的工作是综艺嘛，然后综艺就去到很多，其实平时可能不太会注意到一些城市或干嘛去玩的时候，我真的学习到很多，然后也看到很多不一样的风景，就我已经很感恩，很知足了，很好玩。超人美食鸡啊，没有了，没有超人美食鸡了，拍了3季了，已经很不错了吧？已经很值得鼓掌了。哦，对，现在是孙燕姿的歌，《潜意识曾错过的真爱》，我的爱，我的爱。看看，对，498人正在跟我一起同时听这首歌曲，还要跟你们一起听。简直了！他的声音太好听了，我之前在新加坡有在他的那个他路过的孙燕姿路过的录音棚里面录音，录的是等空车的人跟例外这两首歌，简直，怎么就没有一点点唱到他的好呢？就又开始比较了，不用比较，我也唱得很有我自己的味道。不要比较，不要比较。我来看一下歌，有什么歌单？哇，日落，这是什么风格？海风味的清新节拍。不行不行，这种我不喜欢。来一个日落轻柔小众海浪与晚风的叙旧，哇，这还单押。长痘了，对呀，长痘了，这痘给我长的，但没办法，我也是个人类嘛，就长痘了。喜欢听这种秋，哎，你们最近有听过一个叫一个歌曲的那种那个叫什么种类叫 Afro 的吗？Afro 吧，就是很应该算是非洲的那种非洲类型的音乐。Afro 对，就是很 chill，然后又很有节奏性，然后又很，大家找一下，就是 Make me sweat, make me harder, make me lose my breath。Make me water 那个曲，他这个歌火了之后，然后他的这个类型的曲风就开始流行，其实还蛮好听的，就开车的时候很带感，咚咚咚咚咚咚，
就是很好听，很多万妮达的歌也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他有做这个曲风的。就是你开车啊，或者是那种在外面跟朋友一起玩啊，下午有点小chill一下的时候，听这个曲风类的歌，就是就可以很chill很放松。就是很舒适你知道吗。听的时候你不跟他的律动，我也不信你不会跟他的律动来。我跳啊，我不会跳，我腿不起来，我的腿不起来，屁股抖不动。我站起来，我不站起来。主打一个就是反着来，唱反调，这个真的很爽。而且就是你去那种风很大的地方，就那种风一吹，头发就哗啦啦哗啦啦的，然后就你不用跳啊，你就抖肩也可以啊。是不是这样也跳了？上下，你不动肩，我好像是上什么舞蹈课一样。你不动肩也可以动手啊，就很好玩。完了完了，这歌我听的，我就是认真去听歌了，简直了。还是再提醒一下大家，这个上面有个直播的预告，在这个小框框这里，我们可以8月17号晚上的7点后连着3天，可以预约一下。我其实有点觉得可惜的，因为我选品这次选品的时候，我看到有很多品牌他们的 total look， 就是他们的那个整个它搭配的就很好看。但你知道选品的时候，就是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我都是属于那种在小红书上刷刷刷看到好看的，我就截图下来然后就给团队的人看，然后让他们去找他们品牌，然后看能，然后把那个衣服寄过来之后，我再去看衣服的质量好不好，然后上身好不好看。有很多那种 total look 很好看的都没有货，他们没有就是没有余货，可能就是已经卖的太好了，就大家都太喜欢，已经卖的太好了，就是直接就只有那么一两件那种，然后又得就是。我觉得没有他自己那个品牌搭的好看，我自己搭的没有他们搭的好看。我的学生党，我没有让你一定要买，你可以不买，没事的，你可以不买，就是聊聊天嘛，还有一些小吃什么的，有吃的呀。我这个纯属自己想吃一点，今天也没有链接。没有链接，也没有是没有让，只是随便聊聊天。哎，我聊一个小时了，一会儿差不多。我要去收菜去了，一会儿。你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可以直播你们玩点啥？
就是 free 的，好玩的。你画我猜，你画我猜，猜不了啊。怎么我画你猜呢？收什么菜？我在玩一个游戏叫《桃源深处有人家》，那个游戏。然后玩那个游戏啊，那个游戏里面可以种菜，还有一些水产的也可以，还可以养猫。就是你需要自己那个啥的，我要把那个小岛，有好几个岛，我现在四十级了，我开了四个岛吧。桃源深处有人家，恐龙啥时候？我也不知道恐龙啥时候。CT 的，这是啥时候？但我觉得，因为我开了灯，好像没有那么那个啥。90S Pink， 90年代的 Pink 吗？哦，哇，它这有哎，夏洛特蒂伯利亲吻唇膏粉色年代，好长。真心话大冒险，你们敢问我不敢说呀。真心话大冒险，你们敢问我可不敢说。你在想啥呢？当然说不了。你要问的东西，万一我又变成像那种什么娱乐圈唯一人脉什么那种东西，太吓人了。我不想，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的脑子里什么都没有。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啊，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在干嘛。说我自己的我也不敢说呀。想啥呢？说 K-pop 更不敢说，我还想多活一些。哼，说说恋情，没恋情可说，啥可说？不要问了，不会说的。这爆米花真好吃啊，这爆米花怎么会每一个都长得不一样呢？这歌真好听，嗓音好洪亮。还有我这个香薰真好闻，香得很。四川话，我四川话都没我妈说的好。我妈四川话说，她每天跟她牌友说四川话，她四川话比我好一些。这首歌我喜欢，好喜欢。我喜欢这首，妈呀，我喜欢这首 Calm down。 哦，跟 Selina 好听这首。
吓我一跳，我以为它过期了。这是生产日期吧？生产日期，吓我一跳。吃完了才知道，好害怕是有别的问题。麻将我不会，我任何牌类的东西都不会，我会玩 UNO， 你们玩过 UNO 吗？那个牌，有一个叫 UNO 的牌，小红书一下，我来看看那个长啥样，但那个得面对面打才行。 UNO，我觉得如果大家要是有朋友聚会啊，或者是周六，马上周五周六了，要朋友聚会或干嘛了，可以买那个 UNO 牌，那个 UNO 牌真的很好玩。 UNO 萝卜牌啊，就是这样子，它长这样子的，它长这样子的加四，它长这样，这个真的很好玩，但是又不需要脑子，不需要脑子，而且人多，人越多越好玩，大家可以去试一下，真的很好玩。它叫 The Uno 吗？哦，是叫 Uno， 不叫 Uno。叫 UNO 啊，但是他要专门买到那个牌才可以。如果不知道可以去，不知道可以去了解一下，真的很不错，真的很不错，很不错。德国心脏病什么东西啊？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不太，这名字听起来有点奇怪呢，德国心脏病。哦，也是一个别的牌啊，也要单独买这个牌是吗？不要被这个名字，你看很多人被这个名字吓到，他第一句就是说不要被这个名字吓到，他只是用来突出这个游戏的激烈程度，大伙儿全神贯注盯着每个人的发牌，一旦场上相同水果的数量是五，就迅速抢按中间那个零。虽然反应最快的玩家获得了场上的所有牌，但是他的手会被别人拍得又红又肿，痛并快乐着。都被拍得又红又肿了，还快乐吗？还快乐？他还快乐得起来吗？游戏人数是2到6个人，胜利条件是赢得最多数量的牌。哇，他的标签是回友谊耶，回友。小朋友玩也很开心，但大人之间就很血腥了，尤其是硬核玩家之间的战争，为了抢牌，一局下来手都在发抖。这还会有个理儿。长这样。德国心脏病。这个让我来去找一找他。我来找一找这个游戏。这它都是那个牌，都是一些水果，香蕉啊、草莓啊、蓝莓啊什么的，樱桃、香蕉、柠草莓、香蕉、柠檬、樱桃，很好玩，手很痛。好的。那我来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就聊的也差不多了哟，我说了好久了，感觉我开了多久了，我开了多长时间直播了，有人帮我回忆一下吗？有人帮我回忆一下吗？
有点费手。一个小时了嘛，对吧？一个多小时了，才五分钟，你这种睁眼睛说瞎话的，我现在就不可能，我怎么可能播了只有五分钟呢？八点多的时候我还在说开始喝中药了，所以其实今天大家在看我的直播，有没有学到喝中药的方式？如果有的话，下回你要是，希望你没有这一天吧，但是万一如果真的你需要养身体，然后你要去喝中药的话，就是咱就是说用我这个方式绝对真的，留言告诉我，包管用。我怎么就长痘了？我也是跟你同样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我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上火还是长痘了。我喝中药不是为了治痘哈，喝中药不是为了治痘，放心。上火了，透露新歌能透露吗？当然不能透露啦，透露不了一点。我只能说非常好听，我只能说是非常的好听。我就差不多了，就聊的差不多，我觉得我可以，我就下线咯。已经有2000人预约我了吗？就是因为我跟你们聊天你们开心，那你们可以在我的小红书留言跟我聊一聊想要玩点啥东西，开心的话聊开心了，有好玩的东西的话说不定还可以再播一下呢，就纯玩聊天。需要下播了呀，但你下播了你们可以留言啊。哇，好多的问题，你们有1000、1万个问题。你们可以真的可以留言告诉我，看我们一起找一个好玩的，看有什么可以玩。哇，一直在。8月17号的话，我们可以，你们想看啥子吗？我刚说了个成都话吗？你们想看啥子吗？想看啥子吗？想看我种菜，但我种菜的那个手机就是我现在正在直播用的这个手机，这咋办？为什么我的手机才在这放了一下就落灰了？我在这真的只坐了一个小时吧，怎么落灰了呢？我感觉我在这坐了一个世纪，事实告诉我在这坐了很久，好吓人哦。好了好了，我要去玩训练一下我的手指了，我要去手指运动一下了。最近上了一个新的英雄，虽然他上不了什么太多场，我们就在这里，我们就聊到这里咯。小红书直播王者直播不了吧？没事，我们可以聊。看不到画面，然后就是看不到画面，然后就是玩游戏吗？没事，你们多想一想，有的是时间，有很多的时间，明天也可以告诉我找什么好玩的了，我们可以一直在直播中分享，就是玩，让我的直播来消除你们的压力，生活中的压力。
跳钢管舞，你没事儿吧？你没事儿吧？你没事儿吧？哎，不行，这个不能玩。你别瞎说话啊！那我们就在这里说再见喽。最后再点一下主题，虽然我们聊了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但是就是这里有个直播的预告哦，大家可以点一下8月17号的7点。嗯，也是很随性的，就是很我性格的，舒舒服服的就跟大家直播，不是那种，我也不想让我自己太累，不想让大家太累了，还有工作人员也都很累，所以我们就分波来平摊一下。好的哟，拜拜哟。拜拜。拜拜。